Good afternoon. Welcome to our performance. 亲爱的朋友们，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海良，然后我们全体梨园社的成员非常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演出。A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New York Chinese Opera Society is to promote and continue the artistic development of Chinese opera and culture and to enrich New York's cultural diversity by making this great culture available to the American public.纽约梨园社作为专注于北美京剧艺术交流的非盈利性机构，旨在通过弘扬中国京剧艺术，增进中美文化交流，并且以此丰富纽约的文化多样性。然后在这里我要预告一下呢，梨园社的下一场演出，我们将在10月27号星期天下午在曼哈顿的佩斯大学演出梅派名剧《宇宙风》，届时也希望您继续来支持观看我们的演出。So before we begin, we have a few tips for you. There will be subtitles and translations on either side of the stage. Please kindly silence your mobile phones and refrain from using flashlights when taking photographs. For Peking Opera's theatrical tradition, you are more than welcome to clap your hands and cheer out for the artists at appropriate junctures. 在演出开始之前呢，就是有一些舞台的注意事项。各位嘉宾可以留意一下舞台两侧的字幕和翻译，在演出的过程中也请将您的手机静音，并且不要使用闪光灯进行拍照或者录像。演到尽兴的地方呢，也非常欢迎您给各位演员鼓掌叫好，这个也是我们京剧的传统。 So as always, the first program is an aria from our female role class. Let's welcome Wang Xiaoyi performing popular May school piece, Drunken Imperial Concubine. 所以按照我们的惯例，第一个节目呢是由刘明珠老师指导的旦角班清唱。这一次的曲目想必大家都是非常的耳熟能详，是梅派的名段《贵妃醉酒》。下面由我们来欢迎演唱者王潇一。
good performance. And the next program for today is Zhuo Fang Cao, Catch and Release Cao Cao, which follows the main character, Chen Gong, through his journey of catching, releasing, following, and abandoning Cao Cao. The major focusing point of the show is the two characters' extensive singing performance, and as their situations change, their singing style and emotions also differ from time to time. This is a brilliant and meaningful performance. We hope you enjoy the show, Zhuo Fang Cao. 所以今天呢，下面为您带来的这个节目就是全本的周放曹。本剧最主要的看点是陈宫与曹操两位主角的大量唱段。随着故事情节的演进，唱段的形式和情绪的变化也给跌宕起伏的故事平添了非常精彩的元素。接下来就请您欣赏全本的周放曹。
前，前进，不敢当。在下王胜，在下李，请了，请了。奉了太爷之命，华阴图行捉拿刺客曹操，你我城门走走。来此把花图挂起来，好好好。
嘞。玉里金里判断冤难平，都待午茶奉行先，思想开阔万民欢，家已有余户绪里，得陪汪洋水地而天。恩先心诚明公洪圣恩身受中牟县正堂，自到任以来官清民顺。昨日东台师有军旅到来，命国府州县华阴图形捉拿刺客曹操，我也曾命王申李顺登司门严拿御剑交情，今当三路九里放高之期，左右有伺候了。啊，捉拿曹操时禀报太爷旨意，参见太爷小人交情。罢了，捉拿刺客之事怎么样了？恭喜太爷，贺喜太爷。本县喜从何来？刺客曹操被小人拿住了。有何为证？宝剑为证。呈上来。哦，霍长，来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Come on.
可是刺客曹操，岂知皇兵何必动问？见了本县大胆不跪，俺曹操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小小的县令？岂不知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咱身犯何罪？刺杀太师还是无罪吗？刺杀董太师可是你亲眼得见，虽非亲眼得见，前有太师军旅到来，而还敢强辩？
才官前堂上多有得罪，明公海涵。岂敢多碰公台失方，日后必当恩报。岂敢暗摸奸与火王啊，翻天恶路之后共灭同子。莫以我随同明公共灭童子，约请国路之后共图大事，如今明公与你下日何？这恐连累袍眷不便。不妨，老七世心言在远军了然无事。好，于此暂时别，稍无可否？停。来，吩咐下去，老爷下乡查案，稍子时日，多子一月，不可落葬，官上来。去吧。桌草放草，这才叫桌放草呢嘛！这还别挨骂。
隆重出跑，请封你快乐小鸟。当看是饥荒，千里把朝纲，富贵不一乡，隐居在村庄。包含女国士在陈留郡的人士，昔年在朝为官，是因参政当道，故而早归上礼。看今日天气晴和，不免庄前庄后又望一番变了。
你，但是我无德草草。这不，俺不是曹操，曹彰非要任同茶了。今日我为金皇，老汉也不舍，昔年与林庄大人有八拜之交，难道今日你就忘怀了我？哦，原来是吕伯父侄儿下马参拜。阿弥陀，三路要紧啊。哦，是啊，阿伯父是南本堂进庄拜见父母，怎奈有公事在身，不敢听凭告辞了。先知国庄焉有不日之力，来来来，带老汉与你牵马。这就不敢。阿明公，去得你，去得你。Ah!
怪不得你父昨晚借醉笑，今早逃回原郡去了。哎呀，不好了！
有听见。有听见什么？后面言道，捆而杀之，绑而杀之，不是下手你我，换有活人。那老张方才言道，家中财富具有，只是缺少美酒，去往前村不久回来，还要八斤你我三分，你不要检查了啊。我明白了，明白何来？这老狗以不久为名，取之前村，约爱相约的包，捉拿你我，要受千斤重赏，是与不是？我看那老张面带厚道，断非贪商之辈。如今人不要看他面带厚道，内藏奸诈，趁此不成就动起手来。但那老张不久回来，问上他三言五语，他若无言，那是你在动手也还不吃呀。等那老狗回来，带的人多，你我是岂不是束手被擒？先下手的被枪，后下手的遭殃。全部的放下了。Oh!
间有一伙吗？去把火来烧了他的庄园。杀人放火岂是你无所谓？俺曹操不做便不做，要做则做个刚刚净净，值不得喊可能。
这半时候你慌了，是南帝国是怎样，天雷何不是大告辞啊。老汉也曾命家下人登杀之宰羊，宽待二公。这半时候若要离去，老汉就要强令你这公。Yeah.
他几句言语。你呀，就饶他一条老命我不用你管。天地良心啊！我府抓来。回庄，你身后何人？可在哪里看得见？哎呀！
天时不早，你我在此安歇了吧。大爷呀，殿下，哎，孟尝君子殿，千里客来投。二位客官，敢是住店吗？推有上房，有上房，您里边请。将他带过，多加草料。是了。不要谢了安产。是啊。二位客官要用些什么？明灯一盏，暖酒一壶。是啊，伙计们，明灯一盏，暖酒一壶，一壶啊！灯到，酒到，换你再来去吧。是的。公台前来吃酒，俺把老段吞吃，不下。哼，是什么俺把老段吞吃不下？分明见俺杀了吕不舍全家，你那心中有些不忿。你我共图大事，是什么不分二字？你的一心可大了，曹操一身就是这一心可大了。
Bye.
天下人岂不一心我与董卓同盟？船只上写有问放此宝，待我替使一声入马辞呈。
此惊觉震怒，心悬一马归九宗。屠杀吕家人数口，方知曹操是奸雄，陈宫体。陈宫啊陈宫，之后我得计，我杀你誓不回天。殿下，殿前在此安去也。其实你不能是从头录的，我是这个，我是比较强的。太好，谢谢。